阿瑶，阿瑶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呀，阿瑶，你说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云长，你别问了。好，我不问了，好吗？但阿瑶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一直都是好姐妹，永远都是。还有啊，我得提醒你，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极端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的。啊？阿瑶，十字路口那儿开了一家新的餐厅，我带你去尝尝吧，可好吃了。啊？去吧。嗯，好了啊。月影。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族长已经宣布星辰为继承人了，仪式一过，星辰就是我们的族长了。孩子，你是星辰的未婚妻，这一次星辰从外族带回来一个女子，如果你再不采取行动，爹怕你步了空蝉的后尘呢。放心吧，爹知道你喜欢她，我会支持你。爹，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到底喜不喜欢他。胡说！全族人都知道你从小就喜欢他。听爹的，这个世上只有我不会骗你，嫁给他，你就是全族最尊贵的女子。答应我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你得给我振作起来。大黄，谢谢。这是云长特地带给你们的，谢谢小姐。有什么好吃的也不让我尝尝？哟，远之今天穿这么帅，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啊？说对了，我今天同学聚会。哦，同学聚会你穿这么好看啊？不会是那个龅牙妹要来吧？不是姐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那个姐，江湖救急，帮个忙呗。什么忙？这次同学聚会啊，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我呢，想让你装一下我的女朋友，去帮我七个人。你想欺龅牙妹，让我陪绑？我都追了他好久了，他就是不表态。你就装我一次女朋友吗？不行。哎呀，就一次，你又没有什么损失，好不好？乞丐。这样吧，你看医馆里谁顺眼，你就带谁去啊。哎，丁香吧。可以啊。楚姐姐，你帮帮我的忙呗。云长，哎呦，楚姐姐，我知道你最好了。云长，三字经，哎呀，楚姐姐，你最好了，好不好？就一次，好不好？帮帮我，我知道你最好了。哎呀。好吧，那个下不为例啊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快！行了，远志，医馆快到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
那怎么行？楚姐，你愿意陪我参加同学聚会，还愿意假装我的女朋友，比我那个凶残霸道的姐姐好多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呢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丢人啊。没有，我们那些同学都很羡慕我，说我女朋友很漂亮。可是那个龅牙妹好像并没有被你气到。嗨，其实我是骗你的，我没想追龅牙妹。那你让我假装你女朋友干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你真的是我女朋友该多好。元志，你别开玩笑了。天佑，我想和你说件事情。那个医馆还有一些事情要忙，我先走了。父亲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是。星辰，你到外界那么久，一定都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吧？跟为父说说。星辰，有什么话不能说吗？啊，当然没有。来来来，坐。父亲，其实我想跟您说的是，上次我叔叔带人来攻打神木族，只是为了拿到圣果复活小蝶。几十年前留下的心结，没想到又找了上来。看来为父有必要去会一会他了。父亲，您不会是想找他算账吧？有一次我们悬疑线的时候，多亏叔叔救了我，还教了我青囊心法。您放心。圣果已经交给他了，莫南月和我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。哦，是。